先生，你是那日？楚强，前辈，这是何故？兄长，这位是王岳前辈，剑术无双，对我多有教义。 红渊弟子何须扭捏，无不取你性命，只是你得几分真传而已，请前辈指教。先生就是这般脾气，他从不论人长短，方才竟对兄长认可。如此可见，数年不见，兄长枪术果然大有所成。战阵厮杀，毕竟马虎不得。子佩与王前辈是？先生曾在先帝时为虎贲校尉，以剑术无双，守卫皇室内廷。长春里之时，我一度浑噩。唯以杜康解忧，还是先生一语惊破迷茫。后李觉孤寺作乱长安，天子逃难无处，亦是先生护卫天子左右。我追随先生学剑，欲拜其为师。他只言天数有定，虽应下请求授我剑术，也不以师徒相称。只是每每提及恩师，神情便多有不忿，颇有争强好胜之意。想来他二人间有过一些故旧过往吧。先生平素寡淡少言，过去之事鲜有提及。罢了，前辈之事我也不敢妄自打听。自从长春里一别，日日想念，如今再见兄长，心中欢喜。哎，本欲把酒言欢，与兄长互诉离别之情，只是明早进军，颇多劳顿。兄长，请早些安歇，你告辞吧。
兄长，昨夜休息如何？唉，刘使君被困，忧心如焚，辗转反侧。兄长莫忧，三军将士整装待发，兄长请随我来，我等即刻启程。战场凶险，仙鹤先生不必与军在前，只与后军相随便好，我自与众将开路。好，一切就依子龙，二位也多加小心。尚无大军作战经历，便与这刘备部将在后压阵，保护简雍先生。我自与妙才在前开路。好，只是吕布虽素无谋略，成功却计策多端，叔父还需小心。哼，莫要在外人面前煞自己志气。此番你等见识我带兵之法。出发。何故驻足不前？报！夏侯惇将军与吕布军遭遇，交战时被敌将曹兴暗算，左目中箭。将军虽杀了曹兴，但重伤在身，无力再战。前军将败，请速去救援。兄长，快与我去前军。叔父被困在那边，务必护其性命。伤昏迷，幸得两位相救。飞马报之主公，你等并速将叔父送回营中调养，千万仔细谨慎。我自率军去救小沛。是。探马何在？在。将军有何吩咐？小沛情形如何？吕布麾下大将高顺正率军攻城。高顺清正威严，不饮酒，不受贿，
所将千人部众皆是精兵精甲，训练严整，每所攻击无所不破，号为陷阵营，此为劲敌，我等速往破之。子佩对敌将如何这般熟悉？兵法有云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我在许都辅佐满宠将军管辖大小事务，有网罗天下消息，探查密心之职。似吕布这等敌手，其帐下大将自然早已调查清楚。原来如此，佩服。Yeah!
曹公已发病，愿与使君共济吕布。此番若无子龙，我恐是难道许都啊！云，幸不辱命。这位少年将军是？这位是夏侯兰，字子佩。 乃我旧日同乡好友，师出同门，现在曹公帐下。见过刘使君，玄德公仁德爱民，闻名天下，今幸相见。子佩将军不必多礼。河北之地，俊杰何其之多！
大人得知夏侯淳将军受伤，已亲率大军赶来，现已至徐州交界处。既如此，子龙且随夏侯将军先行一步面见曹公，待我整顿军马便随后而至。大军，他们正面一决雌雄。谋略均以武略计之。今我有良将百员，重兵十万，他吕布号称天下无双，陈宫足智多谋，难敌我大军兵锋。
在前，与吕布军正面相抗，你们稍作休整，为吕布先锋袭取敌军侧翼，我带云长军至，便随后进兵。赵云得令。
何不趁此机会杀了那将？哎，三弟莫冲动，此人武艺不在你我之下，因我已睁眼感知，颇有自负之心，故不与我等战。此人有忠义之妻，此前攻小沛时也曾被我言语说动，或有所思，且莫穷追不舍，让他去吧。二哥既如此说了，那俺放他一马。 至于那三姓家奴厮杀变了，哎，
将领带队走，审问得知，他是吕布帐下好人。此前他与许四王开城之中，是替寿川向袁术求援。那吕布如今坐困愁城，四顾攀援。他曾与袁术有儿女婚约，后虽回之，此时便又想复议婚事，借此重修于后，盼袁术发兵来救。袁术兵精粮足，若要发兵，怕是又是一战。不用，袁术帐下并无大将之才，以我官职，不过一群酒囊饭袋，长命难赎。袁术却也不肯轻易发兵，他与吕布反复无信，吕布需先将你送去寿春，他才肯发兵来救。想来吕布别无他选，今日定会趁夜而出。曹公使我等要小心防守，走漏吕布军马，得依法斩首。捉了袁贼将，尚不见有甚褒奖，反来虎贺，是何道理？非也，曹公统领多军，如今正是紧要关头，军力何能负荷？若是能成，自会论功行赏。诸位必须谨守将令，勿要犯之。大哥既如此说，俺做便是。此前另有曹公谋士郭奉孝献计，欲掘疑似之水以淹灌下邳，我今乘势击之。曹公早已差人去办，方才得报上游工事皆已完备。哎，大水淹城，百姓更不知伤亡多少，三位早做准备，莫要失了战机。是，我等晓得。秦浩蒙被祸，曹操必做准备，若我亲自护送，谁能突出重围？汝等需仔细守城，勿要是曹军趁我不在之机夺我城池。是，将军放心。莫要走了吕布，三姓家奴休走，来来来，与你爷爷大战300回合。Thank you.
人贼射击波，一合之敌。就此时趁机杀去，更待何时？三弟，快！众军士大喊：“吕布败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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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”明公，时机已至。传令，决一次两合，今日水淹下邳，活捉吕布。二弟、三弟子龙，敌军大乱，可一鼓作气夺下此城。
曹操素有屠城之举，若守不住城，汝等七小恐皆难幸免。众将士，与我奋力守住城门。吕布想来应在周幕府，不可叫其走脱。
上啊！
Thank you.
今日便是你死期。本剑贼，我今日誓杀汝。横扫千军。
今吕布落败受缚，皆有赖诸位废也，此役方得大胜。战事虽定，还需清扫战场，安抚百姓，待来日庆功宴上再与诸位作贺。子龙厮杀一夜，功劳不小，可先去好生安歇，明日我等再与曹公商议军务。有劳使君关怀，云这便去歇息了。